能给我修一下吗？哎，修起来了！就问你们刺不刺激啊？这个乔峰最后一滴血被我修起来了，不是我想玩极限，是这把前期被拉扯麻了。刚好我又是玩的一个汤姆，移速慢，号称被拉扯的最好目标，没有之一啊！这个等级也是落后一大截，强风一打四，从来没赢过。这段位上来之后呀，确实是很难打啊！记得给瓜哥一个免费的点赞，当作是鼓励一下我吧。开局来到传染室拿第一块剑，然后去电影院拿第二块。哎，这边刚好是出来个解锁，用锅骗他的跳。哎，不跳直接一刀带走。然后再来到锅炉房，这边也有一个机械锁啊，在这里卡我，一刀打空，一个玻璃盖也丢空，继续用这个锅骗他的走位，一刀直接带走。这个锅骗走位是非常的好用，可以去试试好吧。那这一把的话等于是拿了三块经验和两个机械锁的经验。这开局是真不错啊，但是他这个拉扯是我没有想到的，是直接拉扯了我三分钟。我在餐厅的时候他们推甲板跟厨房，我来到甲板他们又直接漂浮走，我甚至差点连老鼠的面都没有见到啊！一个隐身的老鼠还全程跟着我看着我，好不容易偶遇一只老鼠，一个蓝罐直接教我做猫，你就说难不难？还好有一个贪心的米可啊，这个开空头被我逮到了，不然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这奶酪已经被他们拉扯两块了，我也没多想啊，就直接附近板餐厅了。国王过来直接一个小盾加大盾，一点办法没有。那我们想追一下这个恶魔，在恶魔身上也是有一个盾的，而且跑得还很快，这边躲他的罐子，还有一个夹子那边，我们没有带细心，也不敢过去。哎呀，这太难了，这第三块也快推了，第四块也在搬，这怎么整？当时都被我拉扯吐了，我好不容易玩把汤姆啊，被拉扯成这样子。你看米可现在都五级，我才四级，过来就抱我一下。船长是那块奶酪又在推，我们现在这个乘胜追击才一个两层，和没带的时候根本没什么区别。你看国王过来砸我两下，想去船长是已经是来不及了，第三块也推完。这国王也在我面前烂来烂去的，就是拖延一个时间，让他的队友赶快放心的推一个奶酪，然后破完他的盾就直接漂浮走。这边有个夹子我也不管了，直接开个无敌过去守啊。哎，看到一个带盾的二飞，先一个锅破他的盾，然后下来补一刀爪刀，直接把他带走。这波操作挺帅，但是感觉意义不大，第四块也被推了。先把他这个冰块给清理一下，然后再喝一个盾，我们再去上火箭啊。你看这老鼠的等级已经来到了一个七级。就算是能绑上老火箭又能怎么样，这还有49秒，等级7级我能守得住。过来一个锅是把米可带走，国王又是摇一个大段，那肯定拦不住啊，下去捡一个米可的尸体。应该是下去了，应该是下去了，赶快下去。哇，他都掉到这里来了。哇，他这个拉扯的很久啊，这个奶酪都已经拉扯完了，我再绑一次也飞不了啊。这国王大不了再救一次，不过这一波的话是国王没有一个无畏的，这时候注意，也是唯一的一个翻盘点了。国王救不下，其他人不是很好救。哎，你看过来是直接踩了一个夹子，是侦探一刀一个罐子再一个锅把他带走，不让他用铁血换，直接抓在手里，直接一个三级锅，我是秒升一个三级锅，就会抓到他，不让他用铁血换的。然后我们假意板船长是就骗他救，你看一救我们就赶过去开一个无敌，至少是秒飞一只，对吧？这样的话我们还有的打，一打三强奋战啊。这个乘胜追击到现在才一个50%啊，全程没死过。哎，这边发现一个二飞，一个锅一刀直接把它秒掉，但是这个没有锅抓起来吗？浪费了一波时间啊，又是用他这个铁血拉扯我一波，那我就直接板这个游泳池了啊，直接板上，然后咱赶快回去，好像是两个都在破我的强风，我赶快买个拍子。哇，这个强风还有一丝血了，真的是心急如焚，还想买果盘一个锅，然后再一拍，哎呦，他用盾直接漂浮走了。这个强风就那么一滴血，哎，修起来了，还好他那个盘子伤害不够，不然这个强风就整没了。不过修完一个锤子之后，这个强风的血量还是很低，买一个锤子继续修。那边我还留了一个锤子，问题应该不是很大，但是这外面这个果盘是真的很难控呀，一个锅也空了，没有锅的话应该是打不死他们的。国王过来，你看我身上，哎，拿那个夹子先把打夹子，拿个拍子，拍子没打到，一拍又空了，这边抓刀就在 CD 被他这个机械鼠砸了一下，开个无敌，我一定要抓到他们，我这一拍我就给他一个锅，
这锅好像没排到，又再了一个锅，终于是把尼克带走，但是被鸭哥给锤了一下，拿个锤子在手里。这一波的话，我不着急把他抓在手里，因为有个隐身的国王，你看被我抓到了一下，我想直接来一个试飞抓起来，但是这个国王还没死啊，还在破我的墙。哎呀，我这波有点贪，说实话，这当时的话，我是想贪一个试飞来着，但是国王是个隐身的，我一直抓不到啊。这个机械鼠不知道从哪过来，直接撞了我一下，前锋又还有一滴血了，赶快去修一下，还好有锤子。把这你给大家放出来，主要是告诉大家，大家真的别去贪试飞了。这波我直接把那个甲板拿起米可，稳稳的赢，好吧？因为这个国王是一个无畏啊。哎，一个鞭炮丢过来，刚好炸到我，我踩一个夹子，不问题不大，只要不炸我的前锋，怎么打我都行，好吧？直接啪啪打我脸都可以。哎呦，这是个变大呀，我身上没有白花了。走，能不能再刷一个锤子给我？看看这外面有没有锤子？哎，这泡泡机这都有个夹子，开个无敌点个泡泡机，一个随机，没有锤子吗？这小子又在锤我枪，这枪法一滴血，先喝一个随机。学到了没有？一定要留一个白花的钱，不要像我直接花完了。这米可哎变小了，还采反，但是他一个时机不好抓。国王直接拿个蓝的，我直接一个锅炮他的盾，然后过来一刀，然后赶快捡起拍子一拍，再拍一下。我本来想捡他的蓝光给丢掉的，但是小子捡到了一个夹子，哎，真的是气死我了！我就直接摆这了，因为我是个是非贪了，就一定要贪到底。还好这个蓝光拿在手里，一刀在一个罐子不让他换，一个锅直接抓在手里，这样的话是直接试飞，一个完美的结局。嘿，帅哥，给个三连呗！哎，别跑这么快嘛，我都追不上了，给个三连呀，自作不。